说，那天我没有跟婆婆说了，我说我想去给眼睛开个眼角啊，你做一做什么的。在家有个朋友圈，我说我就看你直播，就因为你这个眼睛看的。你要是那种大帅眼皮啊，就是像那种的，我根本就不在看的。啊，那样的有的是啊，就是他说我就喜欢你这个狗狗眼。狗狗眼就是小狗的狗啊，狗就是他们说我眼睛长得特别像小狗，像吗？就是比较可爱，就是不是看完就让人想怜悯的那种感觉，看谁都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它只是一种形容词，啊，形容词，是不是？斗鸡眼的感觉，你说我眼睛斗鸡眼，这才是斗鸡眼，这才是斗鸡眼啊！现在这样是不？